你得这样，你得串满十只手指，让妈妈一个一个喂他。你要月月那样，你要月月那样，我们不行，我们长大了。你先打个样。我们长大了，我们不是小朋友。给姐姐们看看。我自己可以。你把这给黄姨姐姐吧，我不吃了。哎呀，好干呀！哎呀，我看我都咳成这样了，我也没有什么熬的罗汉。我把水。第一天来上海，我的天哪，走了一天没给我冻死。这天最冷。所以我没有，我看的不是用这个拳的，是你们的整个的整个五个人一起的。对，然后我看了吓一跳，然后我大概知道那天吓死了吧？你我那天什么反应？吓死了！就那天在插花的时候，是吧？对你狂笑，对我笑死了，笑的什么东西？笑的受不了。我是吓死。你是吓？我看到就是吓死。为什么吓死啊？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你之前，或是说，他的时间点没有那么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可能这是你的一个看法或者观点或干嘛，但可能是之前讲的，我没有想到那么近，没有想到，对，就可能我们可能就隔着两三天就说了一模一样的话，这件事情就很可怕，特别可怕。你知道等播出的时候观众就不会，因为是我先说的，然后你再说，人家会以为你看。哎呀，他肯定是贪的啦。对他肯定是演的啦，对。周六晚10点，怦然在心动。